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30集向您分享，台中市大甲区家家乐霸王哦，都要来跨麦。家家乐霸王是赫赫有名的老店，美凤有约美食节目曾经介绍过，是间50年的老店。哇哦！没关系，这种就叫。除了脆皮霸王，也有 Q 皮霸王哦。老家袂当生，霸王内馅不是肉块，而是满满的肉排哟。阿哥有唔惊人吃多到爆的损失，另外苦瓜肉汤也不错哦。来大甲区玩的话，记得尝看看